家好，我是摩熊，我是时尚先生 Esquire 特派员。现在我采访黄思豪。哎，主播雪妮啊，有什么问题要问？说吧。很休闲，很童真，而且很浪漫。印花很好看，简单大方舒服。形容不出来，让观众去说了。潮，简单，舒服，身体。昨晚做了汗没效吗？都有。外国歌和我自己新写的歌，时间暂停，还有漫威整个系列所有英雄的能力我都想要。我现在就在放假，没想好，时间不行，都做到了。